这个的话，我们就是把冲天炮拿掉，因为这个很容易爆嘛。我们把它从这里塞进去，好、哦，塞进去，让它升天。哦，哦，很大声，小心哦。哦，啊，爆！哎呦，那边边，哦，哈哈哈哈哈，哎，完全吹啦，要修嘞。这种威力那么强，你看它里面安全帽都破了。猪的尸体。哎、欸，好生猪的尸体，你搁给它运镜子，见见见。哦，这好生，镜头不要遮到。哦，这个好玩。来，一样，把它折断，放到这个星际什么剑里面去。啊，这挤没落呢？挤得进去吗？我看一下啊、哦。哎，可以，可以一点点啊。没啥好多呢。哎、欸，啊这个嘞，小熊这个嘞，这个，甲小熊烫衫好啊，哎、欸，这撮都甲小熊烫衫，啊，它中间后面就是长成这个结构啦，啊，结构安尼就可以来对得了啦，好了，让它拴进去就好了啦。你看这只猫都卖走出来无？啊，我讲我点我都砍嘞，等一下哦、喔，这样子，丢丢丢丢丢丢，哦。啊！哦！啊！哦！哈哈哈！哎，这威力有够强的呢，惊到！他这个塞不进去，有点可惜呢。哎，可以，这个可以。来来来，给给给给，拿着拿着。最后一只啦，也是一样折断。来特写，怎样？整个都干进去啦，埋进去，它这个就会爆了啦，我觉得啦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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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啊，哦。老公，炸断了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换老公就好了。一来对够，我就拿头了。哎、欸，这一种村的炸药了。我要看什么可以玩的。好了，大概就这样子的。然后你把它摕个蛇炮出来，进来。我来用水烟枪炸蛇炮，炸看看。拿一颗出来。两颗、啊。两颗啊，一个点两只啦，记着。我们来。土烂水啦！哎呀，够行的哦！哦，它会吐蛇出来，会那爆炸哦！我紧去！哦哦，要那平啊侪盖，惊到！哎呦，哎，它一次很多，你看蛇一起哦，两只跑出来啦！哦，够吵的！哦、oh, ，这就像人那种网络游戏的拍怪物哦，一次那个蛇全部让它跑出来，特写啊！哎，你们这壮观！哎，啊，会变一只大只好啊！那个五只一起搏起，来，好，你走开，我来，来特写。哎呦，我搞得到！哎，哎，看不到了，没有办法，一次五只，没关系。来哦，郭胜哦，我看五只。哎、欸，有呢，有呢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哦，五只一起上去。哦，被中毒了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哦，这个大便有够臭的，啊啊，哦，这做成人迄种迄个啥木炭的，伊个会烧呢。把蛇压过去，好无聊哦你。这个就压蛇来，然后放鞭炮完，我们要把垃圾捡一捡哦，才不会说
让人家擦屁股。那这个打火机，就是玩这种东西哦。第一，你就是要到那个比较安全的户外，然后要记得外面那个易燃物哦。你有讲有哪些要杂草啥，你要准备那个一些水，啊，较袂讲绑的，跩引起火灾蛮危险的，啊。所以玩这个要有公德心啊，因为我们乡下地方的话，我这边是我们的老家，我还蛮熟的，东西取得都很方便。哦，经济光剑200块。啊，这个水鸳鸯没有玩完的，我以后再找一些实验，炸一些水果啦、番薯那一些的，这个先放好。哎呀，好啦，感谢同学收看